啊，或者是观光景点停车的话，比较不方便。哦，那我们透过这个环境地板，可以从中看到360度的环境。哦，你都可以透避开一些死角的部分，这个是我们 S3 还有我们那节比较引以为傲的一个前瞻配备的部分。环境还有我们车侧的影像。OK。